OK，陳偉業議員。主席，簡單計一計條數咧，即係其實當年政府話諗住收地再重新招標咧，我係拍掌支持嘅，喂，林鄭打得啊，跟住做。但係其後諮詢完之後，特別梁振英上場之後就全部歸縮啦，係嘛？咁好明顯，即係背後嗰個嘅利益好清楚啦。4000平方米咧計起嚟，如果你嗰個建築面積，即係係有五倍嘅咧，地積比率五倍嘅咧，你可以起落去咧。即係如果你賺2000蚊一尺咧，嗰、那個利潤就4億嘅啦，已經。即係簡單咁計啊。咁所以嗰個利潤利益係好犀利嘅。咁你好多嘅規劃，我相信今日在座啲官員呢4000平方米唔係你定嘅。咁但係究竟係咪啲官嗰陣時臨走嗰陣時定㗎？涉及到有啲家下俾人廉署檢控嗰啲，咁所以你係要檢討，要重新嚟過㗎嘛？係嘛？你家下整體個發展。啲人覺得成個東北係傾斜啲大財團啊嘛，規劃又好，土地政策又好，賠償又好，係嘛？咁你係咪要從頭嚟過，要令公眾覺得唔係到時廉政公署要檢控嗰陣時？下位。